家好，我是小勇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强。现在距离金门还有58公里，现在行驶了55公里，现在在找露营地啊。我们从那个国道上面下来了啊，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湖吧，这算啊，再往前走，那边这个大车应该不多了啊，走到那边去看一看，找到合适的就早点露营。现在是4:30，要避开这个国道，因为路上太吵了，晚上睡不着。对，要再往前找一个清静一点的地方。是的，越跑越有经验啊，还接着赶路吧。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三轮啊跑得特别溜撒，刚把那一组电瓶切换过来，正在寻找这个合适的露营地。这边车不多，很安静。这个地方中吗？垃圾场。再往前走走吧。不好找啊，也没看到的这个合适的露营地。再接着往前跑。现在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半小时时间啊，5点之前尽量咱能找到。这往前走好像是个镇上了吧，来一个大酒店哈。这个地方叫中祥市湖集镇。呀碰见老乡了，玉狗。这边跑三轮这些多了，你别说，湖集到中祥，这个镇真热闹哈。些繁华。哟，这个桥快长了，又跑了这个10公里哈，上了个小坡啊，找到这么一个这个优美的地方啊。这边是这个公路啊，车流量也挺大的，反正晚上休息不好，能找到这个地方都不错了啊，也不挑了，就在这搭帐篷嘛，不知道这边是让不让搭啊，好像是湖北资源啊。跟二强在这边问问啊，看能不能充电啊，能充电的话就更好了啊。好美呀，这风景啊，太阳西下。我们这地方好的了，鸟语花香，你看耶，你要叫着世外桃源啊，都跟他是吧，有山有水啊。是我们进到这里边来了啊，这是个山啊，但是没看到他这个管事的，如果说把帐篷搭在那个门口那边就更好了。那上面这个有鸟窝哈，看一下吧。啊，骑了600多公里了。嗯。离西双版纳还有这个2230。刚才了解了一下啊，这个老板娘不在这边啊。刚才这个。看到里面两个师傅在里面，他说不是他们不管这里，对，就是我们也没找到这个这里面的主人，是就搭在外面得了。对对，搭在外面吧，没看到这个老板，不进去冒犯了哈。对，不麻烦。把这个20块钱的阀门换上啊，这个这里老是断哈，受不起这个颠簸，它就断了。还光回呀吧，这都回了2回了都。这回再装上都不回了。这回买的铁了。真物件这个是。是吧，比那贵一半，贵2-3倍了。哎呀，这里边的阀门头都这个都掉下来了。是吧，老板说这个锅不用开哈，这个锅是买的这个开过的啊。直接加上这个水把它清理一下就可以做饭了。先把这个鸡儿焯一遍水啊，这个鸡儿大概也就是2斤多一点。风太大了，呼呼了。开锅啦，大概鱼家伙多种，看到这个鸡儿洗好熟。
现在开始了啊，开炒了，这锅是蹭亮啊，这个筋儿都弄了一边，要不下油啊、哦、你看你这不懂了吗啊哟，这我是大姑娘上轿头回见啊，先炒干水粉。哎呀，光说被打吃落的是嘛拉出来溜溜，你等着吃的啊，没味道了。中中中，我头回见这样做法儿了的。水分多，先把水分炒出来。把水分弄了，造出来再加油。是不加？哦。尝尝强哥做这干锅鸡儿。起锅烧油。哎呀，整。大胆的麻叉。这弄两个土豆都完美了。是，再丢俩土豆都完美了。弄了不是多完美啊！葱蒜、葱姜蒜、花椒、辣椒搞里头，哇，还不少酱了这。香味儿。麻辣干锅鸡儿。咱俩香味出来了啊！放入鸡粉。今天咱的主食是啥？主食啊，主食啊，干锅鸡加面条，肉一吃下点面条，中中中，用那个汤，它多得劲啊！管管，先吃肉，哎，啊，炒好加上水了啊，开锅了，把面条搁里边一搁。今天是这个小鸡儿焖面啊，多长点中着，不用放那些。放少了不好吃，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吵哈，晚上睡的话也行啊。晚上估计都没那家车了。是，晚上车都少了，是不？风有点大，就是哈。这是坐的吃还是省了啊？30多块钱买个鸡，你看多半锅。是。那吃完了吗？咱。咦呀，那多吃点肉呗，这两天你。没咋吃肉，我吃红烧肉的时候你馋得流嘴水啊。今天这个你看，今天这个鸡还是现杀的。现杀了，新鲜着了啊、嗯。估计一吃都不用吐骨头了。平均人均消费16。嗯。啊。不够吃，再弄点面条。装装装。这个汤灵魂。是。停火了哈，二强兄弟说是炖好了。吃吧。吃吧。咋吃啊？吃都这样吃啊？啊，那你咋吃啊？中，那都这样吃吧，收着这个锅吃吧，看看嘛，不恼不？切香，还是丢桌子上吃吧，丢地上人家笑话。来吧，尝尝，好吃。尝尝，嗯。熟了不？熟了，熟是熟了。我觉得炖了轻，这家伙越炖越老啊，还是越炖越？越炖越这个嫩呐、啊。其实我炖肉我也不咋会炖。这你吃不着？一家一半中吗？啊？拿刀子切开。啊？都拿一个好东西。嗯，有味儿啊。呀，对劲了。主要切的太小了。能吃好钱，晚上卖点酒啊！现在今天弄的是刚刚好。嗯，人家晚上啤酒一喝太得劲了。等喝点汤吧。嗯。再注意走看走着香。嗯。是，这个鸡蛋能硬啊的。炖的轻，我觉得是。你觉得辣？刚才放那么水都煮干了，应该不轻。啊。鸡肉好熟。这个鸡我跟二强没研究明白哈。吃的口感特别好，应该是就是溜大鸡儿，溜大鸡儿啊，地上跑了。是越炖那个啥的吧？嗯，越炖越硬。是。饲料鸡是越炖越软，饲料鸡那个肉吃的是跟那面包王膨胀了哈，是吧？这个些筋道，些筋道。嗯嗯，把这个真五节切两半的哈，鸡胗啊，吃吧，看熟了我这边。熟了吧？好吃吧？好吃。
吃完这煮面吧，再不煮面这个光剩汤了啊。搁不动啊。嗯，外边这个黄鸭蛋是不能吃白菜，不知道这该扔了，我是啊，不知道咬不动，吃里边吧都。嗯，还是正常的分量呗。呀，是吃那些肉了还吃那些啊？咦，这今儿不当饱，吃不了两块的肉净骨头。算了，先完吧。还掐牙，弄点面条都不能。我这没口福，牙太稀，一吃东西都掐住了。你这管？一喝的太满了。这个面条开锅了啊，飘着一股这个鸡肉香味儿啊，加上这个面一吃得劲着了啊。来吧，鸡汤面条。是，美得很。现在呢是6:30啊，这里一转眼马上就要黑了，赶快吃，要不就得扯灯了。你把肉都吃了啊？你吃点。哎呀，我没这口福，一吃两个肉光掐牙。面拉素着不能，是真不能，看着都不能啊。嗯，哎呀，真正啊。这是啥？卖辣椒的说这是啥椒啊？这是这个什么泰国椒？泰国椒啊，还有些辣黄呢，我都不敢放了都。呀，费劲，这大味儿，够劲儿。有麻有辣哈，这是辣椒绝对的是到位了。有人问我这个充电宝能充几次哈、啊？这个充电宝能充个这个两次到三次是没问题的，多了也充不了。吃饱了啊，这一会儿天黑了啊。现在行驶了离家600多公里了，是是是，明天到荆门了啊。这个、今天这个露营地找的不错，唯一的遗憾都是不能充电。那因为不能这个熊掌兼得呀，是吧？不可兼得哈。啊，咱都说今天能搁这边找着露营地都不恼了。是。跟燕儿刚，你找不着合适的露营地也是没法。对对对。一般这边都路不咋平整，是吧？啊。啊。刚才那个老板娘也过来了。对对对。没事，那个打工。那个阿姨了哈、挺好的人，挺好的。是。啊。问我们冷不冷？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就先到这里了啊！明天再见。下期见。啊。